有没有听到这是台中风的声音？你以为风在不同地方听起来会不一样啊？家用锦衣盖女生饰品哦，你是谁？是谁？谁的小倩呢？要走出去其实很简单，向前一步，海阔天空。第二秀敏，从见你的第一面就深深的爱上，是不是太恶心、太露骨？最都会时尚的好戏，爱神出任务。